再一次踏上征程，这一次去录制二宫和主题曲。我们要去拍 MV 啦，就是这首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大门正在关闭。你是谁这么帅呀、啊？连续五天挑战吃西红柿鸡蛋饭。总子，啊？爱死小九了，我好爱啊！大哥，今天打算吃几根啊？一根半，还有一根半是给龙哥的。可以可以，那我下次再来哦，拜拜。真的不敢想象，有一天竟然江大哥连家比心。哥哥们请吃的夜宵太好吃了，但吃完必须跟大哥卷腹500个。你要复刻名场面。今天要模仿的是亮哥和夏哥。正所谓，做一行爱一行。干一行行一行，当然这也需要那哥和肖师傅的鼎力相助。下面有请王铮亮为我们带来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回来，阿如，阿如回来，开始变装，百变大咖秀。现在上完了第一节的二宫的声乐课，效果还蛮不错的，配合默契程度蛮高的。鼓掌就像谁？哥哥，十一米呢？小九要睡觉了吗？要睡觉了，睡觉，睡猪圈。我们现在讨论二宫的一个主题，明天给导演组反馈。今天是第一天嘛，所以说明天一定要把最终的一个决定权给导演组。上我们宿舍漂亮吧。这是我们的声乐老师。他们在吹嘘回避。第一节武术课上完，我疼死了，疼得我都要哭出来了。哎呦我的个天哪！现在要开始录宿舍活动了，看看这是谁。我们的口号是：管你什么招，我有杜海涛。咱们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。天空出现一个字儿，那就是帅。祝你生日快乐。今天是7月8号，昨天7月7号，然后呢挺好的，来溜达溜达，路灯一闪一闪，出去特别好看。看有路灯吗？有啊。第二天开完会就开始彩排了，因为是第一次彩排，带上道具木板，结果咣的一声打到了眉骨上，顿时我看见了很多小星星。那木板子直接砸上来，咔扎这儿啊！腰也不小心磕到了腰包上，凯凯的腿也伤了，那个的脖子更别提了。因为眼睛疼，所以说我一直得戴个墨镜。现在正在那个要上舞台了，哇塞，他俩真的好帅呀、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现在在台上啊 ，Call me by fire。我什么时候能站在那个中心位？今天是7月11号，今天是公演的日子。然后那这两天摔的就已经，哎呀，太痛了。加油吧，今天。虽然很疼，但心里默念一定要完成这场表演。现在准备上台了。战鼓敲响，谁敢和我敌对？是我。下台后我腰痛得喘不上气，导演组迅速带我去医院做了检查。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笑，大家都以为我傻了，但实际上我开心的点是刚才摔得太直了，滚得太好了，我们三个太棒了。无论是唱演打，我要给自己竖一个大拇指。既然选择了这首歌，就要对它负责，一定要搞好。台下搞笑，台上热血，这就是你龙哥，哈哈哈哈。哎，现在是二宫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到酒店刚洗漱完睡觉，头有点还是有点紫，现在已经是早上6点了，比较困。谢谢大家为我应援，睡觉了，晚安。太阳部落，我们三宫见。